我們共同孫中山先生一百一十三年前推翻老政政府創立一個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這個日子是非常值得我們紀念和慶祝的在這裏我們跟著如果升旗和獻花之外我們也有宴會在今天酒家的請大家繼續在享受今天的節目在這裏多謝大家出席恭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中華民國國泰民安